家请合掌，向上人问讯。上人好。马来西亚槟城高原回来随师来修行修心。师公，您的慈心孩子回来了。我们这个响石洞啊，是从高原那边三颗。上人时常告诉我们的核心，我们就做了一个核心送给上人，感恩上人。嗯，很欢喜，真正的人生啊，有缘啊，可以呢汇合在一起，看看豆豉是一颗一颗再一颗，粒粒呢相连啊，它才能呢把一个合字完成。可见只有一颗难表达，勉强的说它就是一心，但是有心呢还要一致啦，一心一致啦，有愿有力啦，这都是人。看第一个不就是人吗？是就是人。人啊还要呢一心无二字，那一心佛法的方向，佛陀呢人间啊教义众生，人人啊要记得一个方向，一心一致行菩萨道。菩萨道呢单独一个不成形，一定呢要有伴，这个伴呢也不能散，一定要合起来，所以呢要合心啊。光是合心呢是要做什么一个方向，那就是学这个方向，学习的要学习，学什么成佛之道。但是呢会成佛前先结好人缘，要多结好人缘，人人啊共同都是一念好因好缘啊，汇合起来就有力。这个力呢就是投入人间啊，人间偏苦，要有菩萨心汇合起来呢，这一条菩萨大道啊是永恒无穷尽。不要以为说啊我这样做做到呗，永远呢都还没有到，因为菩萨道了是永无止境啊，是要生生世世。有的人啊走入此境很长的时间，那有什么事情呢总是心里呢都会说，我不是做很多好事了吗？我不是加入慈济吗？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事吗？这样的一次一次有问号下去，这种的问号多了，就要再重来过，要重来过。那到底呢要几生几世可有因缘重来呢？我们一定啊要方向对准，
行菩萨道，谁来肯定方向是对？自我问，我这样做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对？什么叫做不对？我们要多听，听来了，这样的方向，人生疾苦偏多。我们能去帮助他，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帮助到？有，心安，方向定。所以说，自我盘点，就是要问自己，这样做有没有利益人间？肯定了，有，我们就是呢，总是笃定了方向，就不需要永远在那样的问号。对，对就是对。虽然难免人间有困难事，总是呢，还是要克服困难，能堪，能忍，能完成菩萨道了。那个过程呢，就是要堪忍，这就是修行。在2018年6月20号参加了四合一营队，高高兴兴的来到了台湾。当天的凌晨12点，从来不会疼痛的胸部突然就疼得弟子无法入睡。到了急诊，主治医师张耀仁医师检查过后，张副院长告知确诊了乳癌第3期，6月22号进行手术和化疗了。有因缘到精舍接受上人的祝福，上人对弟子说，把身体交给大医王，尽快把身体养好，身体养好了还要继续造福，要常回家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上人的祝福弟子深深地刻在心里，没有忘记哦。报告上人，弟子现在的身体康复得还不错，上人您放心，弟子也没有忘记继续造福，把握当下，承担功能。我们这一生呢，感恩感恩啊，过去的好，随着时间过去了，我们要更好好的认真，把这一条顺畅的道路要更认真走。而且呢，现在这么顺畅啦，总是呢要广度有缘，不是说我都安尼顺顺过，就让它呢懈怠掉，还是要认真把握了这么顺畅时，见人说慈济，广招菩萨，还是要精进。绝对不能懈怠，碰到了什么事呢，要用感恩心去面对，这是一场的考场，好好的用心。过去这样长的路呢，已经给我们许多的功课过了，现在碰到了考，我们一定呢要把所练好的功夫还要拿出来去说，我家已经通过，不要被这样的一个坎坷考不过。人生无常，无常事多了，所以还是人人呢永远要谨慎，谨慎人间哦，人间四大不调和呢，是所有人的业力的汇合，所以我们呢，要让人间平安，总是呢，要多弘扬佛法，
选择佛法，力行菩萨道，都是自己很甘愿，所以呢，要时时欢喜。请大家，菩萨道是生生世世啊，念念不断哈，善念念念不断呐、就是赶快的道理哈，一颗要接着一颗，这样才能成型。所以呢，力行菩萨道，为大家祝福啦，上重要的。我很期待大家呢，永远永远都是和和互协，生生世世行菩萨道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对恁最期待完整的一句话，请大家时时要多用心。哦